日前他接受苹果专访，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身价，他反应是：对，我也很夸张，你们写的，你爸最清楚。我爸吓死了，我爸说那边 boss 啊，你爸吓死。对啊，你不是房子好几栋？房子是海外有啦，不是海外，就是内地有买，但是我也卖了几间掉了。不过他都36岁了，还小姑独处，择偶条件会不会拉高不少啊？不能是草包，然后没有这种人，不能丑，但穷不行也不行吧？不可能，这样就会变成对第一个我觉得不可能我养他，对啊，但是我不会说哦，你一定要怎么样厉害有钱？我觉得起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你自己可以养活你自己。要有上进心啊！180，我跟你讲，好了，180。他跟我的绯闻对象没有一个180的吧？谁？对，为什么？谁？自打嘴巴吗？所以我现在找180啦。既然都提到绯闻对象了，最近一直在传复合的那一位呢？怎么可能？就真的没有？当然没有啊，当然没有。可是你们还可以交过圈外的吗？没有。你有什么毛病吗？干嘛要跟圈内人好像都拖得很久对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现在只有两个就是从那个长大以后。没有想要很早要定下来结婚或什么的，因为我很想要好好享受谈恋爱的感觉。但外表看不出来，实际年龄的他最气的就是，不是他竟然说什么我一直在笑，然后一直这样遮住，很怕人家看到我什么，然后说什么我下巴有不明的凸起物，我的脸就是这么的圆滚滚的，那你突然多出一块尖的，不是很怪？我觉得如果我真的会去做的时候，应该已经不在这一行了吧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到时就不用靠脸吃饭了。报道。